好，这里呢，他说有一个等比级数，首项是五，公比是负二，要求第八项，所以 A8 呢就等于 A1 乘上 R 的 n 减一次方，那我们就把它带进来吧。首项是五，公比是负二，好，二的七次方是多少？128。所以负五乘上128，所以就等于负的640。